见到的这一座建筑呢，就是音乐会的演出地风采堂。风采堂始建于清朝光绪32年，是开平、台山两地御史族人为了纪念北宋名臣御政而修建的祠堂，是一座非常之有侨乡建筑艺术特色的建筑。在著名的古祠堂入边上演一场音乐会，想下都挺有特色。我们现在来看看现场的布景，已经是充满年味的了。广东人过年最喜欢在家里摆上几盆年花，花呢就是代表花开富贵，咁呢盆金桔呢就是大吉大利。我哋班演员已经喺度排练紧啦，我哋一齐去睇下啦。趁住我哋嘅演员喺度排练嘅时间，我依家带大家去一个热闹嘅地方啦。一场音乐会与市民喜迎春节，主办单位仲积极传承发扬岭南文化，推广民族音乐。我们的音乐会不单止有精彩的视听体验，还会将新春的祝福以音乐的方式传递到海内外。音乐会现在开始了，我们马上来欣赏。平安吉祥，虎虎生威，万事步步高。